我也打不过，我得让人带我学一下，然后我就可以带粉丝朋友们了。我今天特地找人带我过蜘蛛四和蜘蛛五。我先学一下怎么过，好吧，我这个。先把这个。没钱，我得充钱，不够才买100张。等会儿，充个钱，我得拿手机来充钱。不，他这个每天你必须得有，这个游戏每天必须得有200抽，你没有200抽的话，你的卡是跟不上别人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分打高。没办法，我也不想充钱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游戏，你不存在9级打13级卡的，你同样的技术，你不存在，你九级卡怎么打13级卡？没办法呀，这不就是逼你氪吗？我也不想氪。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你不冲的话，你就永远追不上人。而且你也不是说你可以先玩的，你这个东西，你不冲的话，你就你不冲的话就没了。对，你就是自己氪一点，慢慢玩也可以，就是不用非得充钱。因为我想冲排名，所以才被迫氪金。不然你永远打不过别人。框框没关。没充多少钱。但这游戏其实还挺省钱的，就比我玩的其他手游省钱多了。说实话，挺良心的，因为它每天控制你的消费，它不会说让你花特别多。它相对其他卡牌游戏还是挺省钱的。同类型的，就跟同类型的比，跟那个皇室战争比，就很那个划算。皇室战争我充了多少钱啊？当时反正也是充了不少。然后到后面就，我公主那时候抽到3级了，后来到最后别人那卡都越来越强，我就跟不上了。就你的卡没有在第一梯队，你就只能靠技术，但你又打不动，你又不能靠纯靠技术打过别人。
妈什么字儿啊？云蛋，我去先把那个，我先把那个蜘蛛打了。他这个是，拉我吧，哦对，宝箱没。去上个 YY， 这么麻烦吗？打那个蜘蛛四还要上 YY 吗？有这么难吗？这不是我这种氪金玩家，不是应该随便放俩技能就应该过吗？要这么难吗？还要上 YY？ 不过你们想过四的，你们也可以听一下，人家是。抽着看，Hello， 能听到吗？能。哎，我那个卡组应该先带什么呀？看你，我来当替吧。你们俩带那个，带个凤凰，带个烟花。OK。回响用什么呀？用双胞胎那个吗？你可以用，但我最好还是用那个吧，用赫敏。赫敏，我用的赫敏。你们两个用赫敏就行了。好，我改一下。我都没有金色赫敏，我真吐。今天晚上不就出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没有金色赫敏，你要么就用兄弟，用什么都可以。我就用兄弟吧，好吧，我那个。可以，兄弟，你得最后一个带落地。落地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你那伙伴卡画画那个妹妹。哦，最后一个是吧？哦，我带的就是他。就前面两关把前面两个那个伙伴卡用了，就最后一关打蜘蛛手留个落地，然后就可以一直刷四个落地，就在给你画画，一秒钟给你跳四飞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看过那个视频啊、哦。行，我看一下。然后我就带这个。那我卡在什么呀？那个，好，我拍一下给你吧。啊，你拍我抄一下就完了。啊，我抄一下就完了。我妈带一样的应该差不多。那啃大瓜一定要带，凤凰也一样要带，盾也要带。那些不都是基础的吗？盾、回血、啊、阿瓦达。谢谢超票强的回来一行。然后，你们谁带个鸟蛇？我可以，就那个湖是不是？对。带凤凰是吧？我把凤凰改一下，带着凤凰。你凤凰抽出来了吗？凤凰抽出来了。可以。带个，然后有吗？差不多，这俩卡跟之前的差不多。终于看这个，现在就这带个闪回。
伙伴卡带谁啊？我伙伴卡带的哈里和那个。伙伴卡，你们带吧，反正你最后一关也只能用落地。行行，那你最后一个反正用落地就可以了。行行行行行，好，搞，快！这样，我来，你来了。我这号的金徽章也太少了，没打了呀？你后面是不是那个蓝色的你都没打啊？精灵打了呀，他不出金色的。哎，你带我吃个药。哎，光哥，你带个那个，你带个哈利波特。我要吃药吗？我带了，我带了。我第二个是哈利波特，第一个是那个奋力，第三个画画的。哦，是吃那个提高掉率的药吗？对对啊。让我看看啊，那个药在哪儿啊？寝室。你先进精灵里面有那个药水，应该是叫回忆药水吧？好像是。回忆水是吧？我记得我在那个课堂，我好像已经兑换过了。回忆药水中没有，只有中。我看一下兑换要多少。你每天上课上了吗？我根本不上课，谁上课呀？可以，你这学生就不是个好学生。我天天就不上课，我这个回我只能做回忆药水小。看一下，那你直播间找个有没有那个就是能做大的，你加他一个寝室，然后让他们把那大的药水，不是你的那个金币应该够做中的，你要做大是吧？大都没解锁的，够做中是问号，中是问号，你可以直接问你的水友啊，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可以做大的回忆药水？我看一下，回忆药水哦，我可以学，就是买那个回忆药水配方中是吧？对，你弄个中吃呗，差不多了吧？行，回忆药水中，我做两个就够了吧？吃一个就够了吧？啊，行，来，搞。来，你来。从来不上课，还是得上吧。不是好学生，要被开除的。没关系。谁拉呀？我来拉吧。他不是他有线索吗？我怎么还有进度啊？我看一下啊。哎，稍微等我两分钟啊，我这个之前在一个蓝的里面，马上到最后一步了。哎，我这个号三枚打能打四吗？三枚，能打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你三枚打，你怎么能过四啊？你拉我试一下吧，不行我把三打。我马上。不行，我让你们打三，然后你把那个勾去掉，就是不要理那个奖励。哦，还要先陪你打三是吧？快的。行。哎，这个号怎么连三都不打呀？他魔法怪物。Alchemy。Phoenix. Oh, 我现在声音应该不大吧？大的话我就调小。不大正好，对，你就大点声吧。OK。我好了，好了，出来了。不能，我们还得先把三打了，然后你们把那个勾去掉。正好打三练一下，三跟四没什么区别，就血量高了一点，然后怪的伤害可以，没什么区别。那我来拉你们。惩罚！你不要把那个奖励用了，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进去的时候不是会选那个？哎，我怎么？你在游戏中？进去右下角本周可获得奖励，你把那个勾去掉。我知道，我那个我先出来。
那你拉我就可以吧？对，我拉你，我拉你。你拉我，你拉我。拉了，拉了，拉，两个都拉。好了，好了。叉呢？你拉我呗。我刚拉你。这是打第三层，一会儿要打第四层。没看到啊？再拉一下。我在哪个学院？我在那个。师院，师院。师院啊，师院，就是就是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来来来，钩去掉了吗？钩去掉了，去掉了，开 go 今天能把第五层搞了吗？哎呦，第五层开了吗？不能，还到22号。22号，那就留着呗，后天打呗。超简单的做，超简单的做，打快一点 ，OK 了。啊啊啊！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大瓜就优先用大瓜结，运气不太好，没事，你用四张就有了。优先用什么？那个优先用罩子，罩子没了之后就开阿瓦达。哦，不是罩子没了，罩子用了之后就开阿瓦达，罩子不能断。无所谓的，我们血太多了，罩子不能断，但是我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有看到有阿瓦达，把财刷出来。阿瓦达是不是要秒杀人才会叠层数啊？对，就是狮子狗，杀一次叠一层。走。找保安，不是。哎呦操！我那个厂子去，左拐不到五米就给撞死了。有罩子吗？没得。没事，我有。我来个帅的，我要闪现了。二闪是吧？对。丢了丢了。Golden Snip, Whisper, Phoenix, Nipla。 养点小蜘蛛吧，养点小蜘蛛，你们叠就完了。我们之前叠的层数到最后就直接算吗？算，重开也算。重开也算哦，对，就灭了重来也算。哦，叠满就好。叠满大概能够打多少血啊？如果你暴击的话，10000多。可以。有那个彗星天赋的话，暴击的话。哦。没呀。小蜘蛛，这小蜘蛛可以一下秒。大蜘蛛你得让大蜘蛛打两下。嗯。你多少层啊？我把它一层。一层。我这个卡组得换一下。带的高分卡太多了，一层就行了。到后面那个直接叠上。我好像这个没叠上，都三无所谓。三个万血。我再闪现过去。我把他砸死了。三层，砸死他，太慢。蜘蛛四的时候，我们天赋首选那个拉人的，就是救援速度啊，然后拉起来救援血量，好，要一直拉人，也不会一直死，血太多了。
我们三个等级都在70左右的。是的，应该是随便打。不是可以把那个赫敏卡在那个蛋后面吗？那蜘蛛舞大概有多少级数可以打呀？蜘蛛舞吗？你现在就可以打、嗯、现在就可以打吗？等级肯定是够的，那就看配合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打舞的话就配合多一点啊。前面们就硬打嘛，硬撸。打舞我也没打过，我也不知道舞是什么情况。我老忍者要吹风了。你们有带吹风吗？没，应该要换一下了。我换一下 defect。 你们看一下什么卡能够换吹风吧，这关狼人关有点那个的，有点恶心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把伙伴都放了？现在也可以，我就留一个那个画师。对，就留一个画。对啊，你们两个谁带吹风的？我带了。打三块的，现在我们法力值高，别给他嘎了。开了啊、哦！开。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就别玩了。你的声音太大了。Protego Totalum。关小点声。还差一次点满，有彗星一击，选彗星一击啊！嗯，选了，选了彗星。我把汇丰，我把吹风下了，换个闪回吧。嗯，反正只需要，只需要这一关狼人这关要不就下。你存了9点，你存了9点法力值，我这波选什么呢？谁？无所谓的，我是在等你们大瓜，我早点满了。直接练习魔法吧，无所谓的，一出就一出。加点魔移动速度也行。看哪去右下角啊，不是左下角，就放什么落地啊、秀秀啊、凤凰啊、帽子啊，猛放。就哈利啊，什么都放，就别让小蜘蛛过来就行。小蜘蛛要是过来把怪全清了，就去左下角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卡解放前面什么的东西，就往后面放。凤凰，看能不能给他卡在后面，别让他乱走。哎，没卡好，他乱走。
4600。这个暴击好爽，12000是吧？刚才12000就是暴击了对吧？对，可以。暴击应该是4000多。嗯。哦，他下来了。有吹风就放吹风，两小蜘蛛进来就行。这个阶段就站在那个圈里面打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你俩不需要动，我去引怪就行了，我去吸引他仇恨。那我用这个技能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好的位置啊？我也不用，不需要，也不用，就待在原地就行了，我来引他就行。怎么打他不疼感觉？要是被抓了就没办法了，被抓了就直接用那个烟花姐。嗯。我被抓了，有烟花吗？哎，我怎么连接服务器失败啊？OK， 可能还要再抓我。不是，我怎么连接服务器？我被抓，我被抓了。你掉线了吗？哎，都被抓了吗？嗯，我被抓了。没事。他没血了。这看着还挺简单的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是10000多血啊，蜘蛛三随便过。可以，我看看打蜘蛛四能够出什么。这个已经打完了吗？我重新上一下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我还想送什么东西呢？我离开了啊，离开了。嗯，接你。要么花时间，要么花钱，这游戏就这样。没毛病，时间等于金钱。你们四星给我蹭一个 ，OK。因为有四个画师啊，所以魔力快啊，叠了四个画师出来。哎，那个画师只对于我有效，还是对你们都有效啊？只有你自己有用啊、哦！我说，你要四个画师的话，你要不带个冰冻咒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冰冻咒。别带野花了，你带冰冻咒。作用呢？大概什么时候放？有了就放呗。好，一会儿改一下。因为你有四个画师的话，加上你自己本人，你可以放出5道冰冻咒，当然是比野花高的。好。我让他们先去打蜘蛛，然后我这边我就带个蜘蛛，他上去打4星啊。怎么感觉巨杀妈脑子不太好使？妈3没打过是怎么打4呢？你要打4，不要你讲你。不用你个头。你过了啊，现在去蹭4星去，叫人上号去找线索去啊。找你个锤子蹭你个头。我们现在能你上了吗？上了，好像好了嘛。好。
我搁那阿瓦达瞄准的，他给我号给我顶了，疼。冰冻者。哪个是吗？冰冻这个吧。对，多重冰冻症，把烟花换了。嗯。我有没有能升级的卡片？嗯。金币你可以直接买礼包，没礼包的话就直接买。我礼包全买了，我能买的礼包全买了，那就宝石买吧。对，我全是宝石买的，根本就不够花这个钱。对，哦，这个可以买，这个可以买，再买吧，反正也就100块一万。来来来来，你拉我拉我拉我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个。他四只比三多血量吧。六二八那个还挺划算的，对对对对，有还有一个那个6688的是那个，你拉他，你拉他，10万金币的那个，我都买十万金币，我买了，我有礼包一般都买了，只要有金币就全买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满足邀请条件啊？啊？为什么？什么鬼啊？你三，你自己三肯定打的呀，对吧？打了呀。那要线索吗？不会吧。不要线索的呀，不然要开门的干什么？喝呀，一会儿打了就喝呀，打了。要不你拉我试试？你拉我能拉吗？你看你。我没线索啊，我没线索，我怎么拉你？难不成得他拉也不对啊？不需要线索，刚才我的蜘蛛三我也没线索，我怎么进来的呢？对的呀，那为什么你不满足呢？你那个号的等级应该比我们的高啊。要有四点线索才能拉吗？你那个是有四点，76级数啊，肯定比你们高啊。对啊，你刚血量的比我们多啊。我退一下，重新再拉一下试试。我要有他好友吗？不用吧，刚刚我被人，哦对哦，他不需要有你好友的吧。嗯嗯，你再拉一下试试。要不你能建这个房间吗？我不能，我没线索，线索只有你一个人有。对啊，那你没有线索，你也可以拉你啊。哎，我还是拉不了他。要有你加他好友试试。那他没过线索也加。他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来着？我加你吧，我加你吧。我这个你加不了他，你加不了他。我还有加好友的。那我 YY 翻你。啊，对，我加你。对，有点长。没事没事，我复制一下。你有一个号码的呀。我直接号码的。你们出发了吗？我走过去了，我跟玲玲两个人，我怕我一个人喝了自己的。编号我发了。我还带了一个。编号，那我直接搜编号就可以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我这边还没打完，我打完然后我去接下来一个跟赵立斌，然后过来找你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行啊！哎呀，嗯，你得点好友，然后添加。点好友有没有一个添加的？你点的是私人，你那是聊天。好友，然后添加。没错，我需要在前面加井号吗？没这么加过。啊，这都谁呀？搜出来的？
就是他那个名，他那个 ID 是就那个叉叉叉叉一串英文。我占有，占有，占有了，占有了。你看你能拉吗？还没通过我。通过了，通过了，通过了啊！对方不满足条件。啊？你那个老板号估计观赏都上分了，76级蜘蛛三都没打过，我怀疑。不会吧？连线索都没有，太拉了。你天天搁那冲榜，没刷出来线索吗？这不是僵了？还有别的号吗？等一下，我来，我那没有。好，那我接着把卡抽了去。这也太尴尬了。他76级没打过红三，我吐。那他的回响怎么办呢？他之前用紫回响冲榜的呀。樱桃补丁。对啊，紫回响上前百。就当没看见吧，我也不会跳。我不会跳。看见、我刚才应该用个线索的。你有红三线索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对，你应该用个线索不就可以了吗？你能打红三，说明你打过红二的。对，就应该不点那个勾，哪个红三奖励也完事了。我尬住了。对的。现在线索也没了，尬住了。我在问他们要号。但这个一个号可以帮好多人打，对吧？对。那这种号不是应该好找吗？这氪个一两万的都应该差不多。我昨天200抽出了10张金卡，今天他妈抽了100张，出了。2张保底的，吐了。哎，要是我让我朋友红三拉我帮他打了，拿个线索，应该可以打4吧？对对。我先帮人打个东西啊！我先帮人打个东西。嗯，那我正好也去用这个号打个红二上，我红三上。对，别，马上，我喊另外一个人。好，那个我让木叶过来打吧，打完然后你待会儿他刚好木叶要打红三，然后你这个76级号，你去给他打一下红三嘛，然后你刷一下解锁一下。OK， 反正你自己要用的呀，你没进会场你怎么冲榜呀？那前十这么好进的。那现在什么意思了？你拉个人过来打红四吗？他问一下。开始。不行，我马上我得帮他打一下。你那个久吗？时间久吗？我不久，很快，巨快，就打个什么玩意儿，就很快，巨快。巨快。你快点。说什么呢？听了。才5000多血，不知道天天玩什么玩意儿。
我马上啊，你们先弄着号。没事没事，我拍拍的问。好，他过来了，我加他好友。好，你加他好友。那等于说我们今天先打红四，打完之后我们留着那个东西，等到二十二号再打红五，对吧 ？OK。对对对。啊。收费男的谁跳湖呀？这我来加一下他好友女一。行。Essence of Disney。我不应该放哈利波特，妈，突然撞了撞了。马上出门，马上出门。芳芳他们已经去了，要不你先去也行。我跟小雷哥要晚一点，晚个十来二十分钟吧。他这个快，真快。那我就新康烧烤，新康烧烤。那我就先推歪歪吧。你推呗，然后待会儿你帮他打，你陪他打一下红三呗，好吧？啊，行。好吧，是他本来缺个人。哎，那咱们一会儿谁打？你再找个新的朋友。对。好，好，好。嗯。专业打蜘蛛的这个人。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对了，麦哥，我朋友让我要对你说一句，他从初中看你视频，他很爱你。是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就每天睡不着就看，就会看你视频，是吧？非要强调这个睡不着就看我视频了，行，挺好，很催眠。OK， 拜拜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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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见吗？谢谢木叶，你 ID 多少？为什么我搜那个霍格沃兹那个木叶等级这么低？烟木不是木叶。哦，对不起 ，sorry。夜幕这 ID 这么多，这么吃香吗，兄弟？各个区都有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很奇怪。我以前玩别的游戏都没有。我加你了，号。啊！快！带女粉丝呢？这不女粉丝吗？你好了吗？我马上，他最后一关了。OK。带你啊，合着你搁那带妹呢你？那肯定带妹，马上吧。可以。啊！你进来呀，你在那站着不动呀。哎，怎么群里还有人没打过蜘蛛三的？群里很多没过呀。
这上周该清的都清掉了，那不这不是这周了吗？怎么也离逼他们鬼进游戏进的晚，怎么打不着？我操，怎么了？啊？哦，鬼他们进游戏进的晚，第一周那个一二都没打，进度慢。哎，我还觉得你们牛逼，你跟 EZ 天天搁那带人，假如天天上闹钟跳舞，真吐了。EZ 都那个啥了 ，EZ 都卖号了，卖号了，紧随我其后，紧随我其后，现在只剩你一个。是，也不是，但后来不也有几个比较厉害的，只不过他们时间比较少。哎，我时间是也不够用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就晚上。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哎，你拉我，你拉我，你拉我。等会儿马上等我退出去了。啊，我上周稀里糊涂带两个新手用五六千血打红山，打了我一个多小时，打我头都晕了。你拉他，你拉他。一曲。开了啊！开了！哦，对，吃个药。哎，那个药在哪儿吃啊？我开始之后才能吃药是吧？嗯。打男的还是左边那个？随便你，都行。卡改好了吗？啊，对呀，我在玩。我刚也卡了，应该服务器卡了。四层，咱们不会过不去吧，兄弟们？打法没问题，应该不会。我们这个练度，这个都过不去，就有点离谱了。啊！一会儿打大蜘蛛的时候，我是在前面卖血的，就是。你们两个站在后面吃个哈利输出就行了，然后我死了立马拉我。OK。好。我前面就是热盾。好。前面尽量把那个阿瓦达点满，就一定要点满，不点满的话输出不好。我选那个救援队友了。那可以，那你到时候就专门救我。哎，没毛病。然后你们带鸟蛇了吗？我带了。啊，可以，有鸟蛇就行。我们卡鲁刚刚都调过的。好嘞，那就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这个没搞好的话有点头疼。地上有毒，可以撑个哈利。这个四层怎么伤害这么高呢？那个大的绿蜘蛛和小的绿蜘蛛死了会爆毒，嗯，地上会留一滩毒。掉到七才行。啊，血不是。
都点满了。我好像还没点满，杀四个点满。嗯，这个应该就满了。现在看能不能把这个带走。哎，还差一次，哦，还差一次。等于说这一周也就打两次蜘蛛，是不是？就是只有两次蜘蛛有奖励。对，那可以走左边问号，没事的，我们不缺血，不缺蓝，可以多拿个 buff。选左边那个吗？对，走问号，嗯、可以多拿个 buff。把这个放了。刚才那个哈利是谁放的？我放的。啊，那那个号留一下那个哈利，狼人那个对吧？不要这个独角兽死了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他。这个独角兽，逮一下他。那我把哈利调到第一个吧。对，你把哈利调到第一个，一会打狼人的时候，我的哈利放最后一关用。好。嗯。二点以上的。调一下。好了。拜拜。我直接放了、啊嗯、到这边来放，到我这边来放，放吧。到这边放的话有个好处就是等狼人来只从一个方向来，好激活一点。可以，哇，这游戏还挺抠细节、啊、打大蜘蛛其实细节挺多的，现在想怪、嗯，我还差一层没点满呢，我操！没事，打这个狼，这个狼一下就死。行，啊，七百多血。七百多血。行了，我也点满了。其实打前面小怪的话，三个人都带一张吹风会好一点。这个狼，你看他就走不过来。嗯，是。然后后面打 boss 的时候就不太需要了，就可以换掉。好。我上把打 boss 把它换掉了，本来我也带了的。好。大怪都能吹走了，而且这个狼有点笨，他被吹几次以后他就不动了，你看就像现在这样，这时候就站着不动了。
刚说完，刚说完就扑过来了。你看他扑完他也不动，他除了放技能他会动，他就不动了。回心一击。两万怎么也够一万啊！这个 buff 其实选那个蓄势待发会稳定一点，就是你可以控制你的第九张出一张阿瓦达，伤害会很高。啊。然后前面的话是那个每使用一张咒语牌，法力减少，那个是最好的，减少一。夜魔，你看群里的那个人的回响他妈有多变态，他的海哥加两级力活。哦。我们加两级卡姐，群里那些海哥都挺变态的。今天有一个加两级三叔，两级力火，两级三叔，两级十吨，一级力火。离谱，离谱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加两级力火才是最 gay 的。练习魔法吧，不用回血了。啊，那也就是说，其实回响其实是，他理论上能够八张卡都契合，对不对？八张卡都契合，对，都契合你的卡组。然后，目前我见过最多的是加了四个有加二。Okay, 那且刷呢这东西，这韩文的月饼。到以后就是十五级卡等升满之后，就开始刷那个回响那个词条。你们现在还有卡点吗？就是一号位的卡点。啥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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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对 JY 用了我知道，你的呢？你的卡点呢？我卡点都没带，我现在带。你带个卡点，带个画家。OK。对，剩下两个带个卡点，带个画家。然后就我先出去找位置到那里，然后你们跟着我走到那里就行，在那个位置的。然后卡姐放哪呢？就放二号位啊，然后画家放三号位。我放哈利波特以后，你可以出卡姐了。我放的位置就放你哈利波特那边对吧？对对，放哈利波特罩里就行了。你们都站在罩里输出， okay. 鸟蛇也放在罩里。好，开始了啊！开吧，开吧。就我去找位置，你们跟着我就好。你放我就放了啊！你放吧，直接放。先打第一个蛋。哎，他怎么出了个小蜘蛛呀？是，很烦啊。可以先把小怪清了，然后再就我一发火箭弹打到了。就你们一会儿输出环境应该会挺好的，就可以不用放五费那个盾了。就是主要就是看哈利和画家这些东西血量，其实也不用，我们凤凰多就直接爆输出就好，完全基本上不用做什么。这最后我们还要就是被拉过去之后才会死人对吧？对对，一般不会拉你们，一般都是拉我，所以我因为我离他的最近啊，最近最少哦，你们应该不会被拉，他默认拉血最少的是吧？以我的经验看是优先拉血最少的。牛啊牛啊。然后我现在就出去就行，你们就在这个圈里输出。好，这个跟三层差不多感觉。对，就是差的不多。他就踩我，他一会儿拉大概率也是拉我，然后就
这套是那个多重冰咒吗？我是带着那个兄弟那套。哦，兄弟那套回蓝特别快。对，就是回蓝快。拉我拉我拉我。四个画家。对，哎呦，他走过去了。我操！这么四个画师全死了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出来啊？哈利死的话就出来，哈利没死就待着吧。就又万血了，很快就秒掉了，没事的。啊，抓你了是吧？我传个蓝。来我来我。啊，出来了出来了。又给我扯了。哦，那我没技能，但是。快了。你们这最好照一个五费的那个啥啊。照了照了。那个五飞的罩子可以挡他一口喷的。嗯，罩了。应该没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还有一个阿瓦的，可以连放两个。拉他。不用拉，不用拉，把他 boss 就行。收工，收工，兄弟们。可以，可以，多谢，多谢。没事，没事。谢谢了，刘老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的，啊啊啊！出门了，我出门了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什么？我滚你妈！我玩你妈！就离谱，我操！飞贼加二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但这张也没用呀，但是这张也没用吧，我这 PVP 好像没啥用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贝拉两？我操！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让我想想，我这样的话，这张是烂，但是比我这张好。你看我现在这个十六级的这个贝拉，我你妈想吐。我就有这个还可以。二级龙，我可以带个龙。这个有什么用啊，观众朋友们？我特别特别想知道。谢谢小小的守护之盾。这是小熊软软糖的月饼，我想知道这个东西能干嘛用呀？龙蛋加这个多比的回响 ，PVP 里面有用吗？没有用吧？打球也太累了，这就没什么用。紫色有没有特别极品的？这两张还可以啊，这两个会用到。这张其实还凑合，紫色的。对吧？这张其实还可以。其他的都是什么逼玩意儿？不理想，等着
等着那个吧。哎，我昨天乱配了套卡组，打到6000分了，就是这套，我乱配的，就是我随便瞎配的，然后最后就打到6000分了。可以把这个换成，我可以把这个换成那个，然后把这个换成，把这个换成龙。我想想，其实也不用换。我碰的人已经13级了，怎么就等级压制啊？我6000分碰的人已经是13级的卡了，我这还被人欺负呢。哦，我先把卡抽完了，卡还没抽完呢。我昨天碰见一个14级烈火，但没打过我。那个逼招出那个烈火14级，当时我就骂街了。后来他没打过我。真没打过我，17级烈火，那不就要等卡满了之后才能17级吗？我反正是见到了比较高的。谢谢韩王的1314的月饼，谢谢。没氪多少，玩游戏。3900多血吧，我进去，我记得是3900还是3700啊？最高15级吗？不是，我5连抽刚才是5个白色的，是啥意思啊？今天太黑了，今天太黑了。5连抽出5张白色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啊，这你妈离谱！我昨天200抽10张，确实可以。手机登录电脑端在啊，你电脑端其实也是用手机扫描的。这张卡有什么用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张卡有什么用。什么卡组里需要这张卡呀？都没，这张卡使用率太低了。PVP 里面感觉用处不大，贝拉也不带它呀。PVP 有用吗？还真的可以解烈火。哎，你们这么一说。我操！我感觉观众应该都还挺厉害的。那能不能给我卡个牌子？我给你们抽个宠粉模式，好吗？宠粉模式，不太会玩这个游戏。1毛钱卡粉丝牌子。
谢谢韩王的六组幺三幺四粤语。我操！不是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能不能稍微送点礼物？这个 PK 我别输了，我输了被人抢好多分。我说韩王怎么哐哐送我那个月饼呢？就原来是。哎，我这个水牢还差，马上到十三级了。谢谢洋洋的两组一三一四，谢谢谢谢谢谢云朵酱的一千多个月饼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到上去了。谢谢巴基妈妈的这个两组一三一四。没什么钱。礼包时间马上到了，是真的假的呀？哦，还真是俩小时。我想想，我买这个不要，1500用，这个得要，这个我怎么买呀？我拿手机都买不了。扫码成功，请在移动端支付。就开这个包，从来没有出过金色的，我就。我把卡升一下，我这刚十二级吗？我操！你看我的卡每天二百车，我连平均，我得估计在三四天之后才能。我得三四天之后才有可能到十三级吧，平均卡等，对不对？我中国排名第300多，好像是排300多啊，我6000分，刚到6000分，我就昨天没事干瞎配一套卡组。中秋礼包？中秋礼包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没用啊，这个是吗？这个里面给的金币太少了，我现在就缺金币，不缺别的东西。东西没什么用，不要。玩游戏不能乱花钱，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，那些什么边框啊，什么这那那些东西，什么衣服呀，就我从来不要。我昨天本来都掉到5700分了，后来我就随便乱配。我想去你妈，爱掉多少掉多少，我就瞎配。哎，这个电脑端选卡老选不到，我就乱他妈瞎组，然后就打了300分。哦，万能卡是吧？哦，那个万能卡要买，万能卡要买，万能卡要买。
一会儿先买一个。这个先解了，完了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先解他力火呀？完了，我是不是他妈要输呀？哎呦，我傻了，我不应该去解他那个，我应该把这个，哎，我没想到这个没解掉。一个石子都没招出来，应该赢了。他这个放在哪儿？这套一旦扑到场上就赢了。其实这盘是我是有重大失误，一毛钱上电视。他没带水牢吧？我肯定没带水牢，我肯定不带水牢。你看我用这个都六连胜，我也不是我，其实这我玩这个游戏，其实我才玩几天，我游戏理解其实是挺差的，因为我都不知道什么卡碰到什么卡我要解，但是运气好，谢谢卢卡斯的这个告白灯牌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我想办法把他这个给解。他这样帮我换卡，我不是能招出更多的半人马。这个 B 这个好像有点欠，我发现。
我在等第二个水枪。这个兵怎么还加血呀，我操，这太欠了。哎呦，我他妈水枪被打断了，我吐了。我每次放水枪他都吹我，他妈老能给我打断了，就离谱。哎，他这个比死了，那就对不住了。他都是低费卡，冲了，给我冲！他这个禁烟，我只能拿这个打水枪给他打出来。我他妈还没打着他。我没带那个书。我断了一波水枪。完了完了，这他妈到时间了，感觉。哎，这个鸟能飞进去的，给老子飞进去啊！这个鸟，能不能你乱飞一下？我操！进去就行了，剩就400多血，他300多，我得走，我得走，我得走，可以。十吨，因为他扛砸扛揍，我一般不带单数，不是因为一般碰不到这种的。因为很少能遇到这种就靠烟雾扛着的。哦，又忘了买那个万能卡了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有点卡呀？啊，你把我这个解了算了。看我这小细节，看了吗？这小细节是不是还可以？
但是他放，他应该是先放那个。他是十三级的鸟，不是。这人是不是比我有钱多了呀？他。他这波没伙伴了。他伙伴卡被我解了，我就赢了一手伙伴。不是十吨能嘲讽，殿堂决斗宗师，这个人不是排名第三的吗？他他妈全是十三级卡。打不过了，这盘打不过了。这人氪的比我多。4200多血。15级力火。我玩你妈。怎么玩啊？我二你妈，15级力火，我操！不是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有问题，他他妈不让他每天限制卡，所以我一定追不上前面的玩家。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，不行，我不想省钱，我他妈生气！哎，这个他妈这个垃圾游戏为什么每天要限制抽200张啊？他但凡不限，我老子一天就给他氪到15级！哎呦，气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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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对，我又忘了买万能卡了，我是不是傻？我玩的晚，我晚了几天就追不上别人了。不过人家那个力火，完了，我感觉要接下来要来一轮连败了。
你妈在加血了，我操！我操，太难打了！这个15级的蜘蛛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接下来这个回响其实是游戏前期其实看氪金，接下来的这个回响就很重要了。它蜘蛛是加二的，最少是加二的，对吧？13级的。这个逼玩意儿不好解呀！哎，刚才说什么能解它来的？这东西解不掉了。刚才说是哦，因为现在遇到全是烈火。就打不过了。上周是进的烈火，对不对？这周是那个，啊，输了这把，对，输了。对，先把那个买了去。万能卡是哪个呀？不是这个吧？买了吧，这拿钻石买好买。不是这个。这个是吧？是不是这个？这是哪个呀？这个吗？12那个，哦，这个普通万能卡，这个普通万能卡用买吗？这不是传说万能卡，这个有必要买吗？是这个不？就这个，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那你们说的万能卡是这个吗？这是迷雾，这没有用。这个有万能卡吗？这也没有啊。你们说的是这个，是不是没有？你们说让我买是不是这个？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吧。我们能不能不要花钱？这12块钱你们也不能觉得便宜啊！这12块钱也是钱啊，12块钱都可以。你要是好好天天看我直播，你12块钱都能升到16、17级牌子呢。我说真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没有必要买，这钱花了有点浪费，好不好？因为普通的卡你不会那个，不信你们现在。卡个牌子试试好不好？这慢慢的就能把那个牌子升到16、17级，你们试试。你别说12块钱，一毛钱就行。来，我给大家抽一个宠粉模式，好不好？宠粉模式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花一毛钱卡个牌子，没有牌子人可以卡个牌子，卡了牌子之后每天送点虎粮，你的牌子就升上去了，好不好？牌子有什么用？这样吧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个30级牌子以后，谁到30级牌子，我给你们刻个648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我有几个30级牌子。哦，吓我一跳，还好小马甲是29级，哈哈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我刚才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操，这个他妈小马甲是不是30级牌子？还好他是29级，我天哪，吓死我了！
想想想想三十鸡蛋，想想不玩，哎，你看没办法，这你看我这没办法，想送出去就你妈离谱。我可以把那张升起来，把那个龙升到13级。我已经是经历过15级的人了。我是经历过15级的人了，就碰见这种12级的我都不慌。今天全是烈火是不是？我这种见过大场面的，我看见这种12级的我都笑嘻嘻。但他12级也挺高的了，烈火12级也不是一般人，是不是观众朋友们？还真得用东西解它这个，我不用水枪解不掉。是个他妈他人呀，大哥，我完了，又来一波。一下，你妈！我操！我没解掉，解掉了，解掉了，解掉了，那他僵了。我这都被撞死！我这人会玩。这人不会玩，谢谢八级妈妈的1000个月饼，我天哪，谢谢，谢谢八级妈妈的1000月饼，扼杀在摇篮当中，好吧，我操，你真拿你的肉体去挡，我操。这怎么办啊，这么大个一东西。但是他这个没用吧，好像。哎呀，他他妈100多血了就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他这个加血就他妈离谱，射再射点，再射点，再射点！哎呀，射他！我操你妈！哎呦，射死了，射死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我操，这个人马立大功！哎呀，太你妈赖了！这12级怎么这么强啊？谢谢
谢谢卢卡斯的告白灯牌。我操，这一把，这一剑吃了47，太关键了，关键啊，关键！我也带烈火吗？我带烈火好吗？我烈火卡多少级啊？不是，我经历过，不是我经历过15级的烈火之后，我突然就感觉他这12级啥也不是，但结果一看还是挺厉害的。谢谢 Praha 的守护。倒倒倒！替兄弟挡一下，替兄弟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！麻烦打我！哎，这个逼怎么这么硬啊？他怎么没死呀？哎，我这个石墩怎么没死呀？对面招了两个那个什么玩意儿，他怎么没死啊？我刚才没太仔细看。就这个石墩怎么扛住的？对面不是招了两个食死徒吗？我要不就这样，这个用这套卡先打着吧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也不是特别费。又遭遇劲敌了，这个人怎么4200多血啊？谁他妈还没有啊？你别打我卡姐好不好？你他妈揍他！14级的，我滚你妈！这个兵是14级的，但是他这个人有点弱呀。我不是人民币玩家吧？我这卡组是不是平均低于对手？不是，咱好好说啊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是我是不是挺厉害的？你看对面这都是什么14、15级的，你看还打不过我，我是不是不是人民币玩家？不是，我充钱了，但对面级别比我高，对面的级我可以，我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也不是纯靠钱赢的对面吧？那对面是不是级别比我高，氪的比我多？贝拉不带石墩。但为什么我带？哎，有的时候你也说不清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，理论上它可能就不该带，但我就是他妈想带，然后就赢了，就开始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呀，这个分段怎么可能有不氪金的玩家呢？一定都氪呀。
哎呦，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？十一级，他力火才十一级，我告诉你，他这十一级烈火，这个力火在我眼中就跟一级没什么区别。哎呦，我还以为，吓我一跳，不是十一级力火也好意思拿出来吗？现在这玩家都，我这笑嘻嘻。他怎么回事？他十一级力火也好意思？这不行不行，不够看不够。你看你看，十一级力火。啊！完了，被他打了。秒了秒了秒了，哦，秒了秒了秒了。我操，对不起，到了我的时间了，兄弟，到了我的反扑的时间了，到了我的节奏了，对不起了悠悠啊，这个悠悠对不起了，到了我的，我操，没办法没办法。全被毒死了，就等你这东西出来了。来，对对对，你可真行。打他打他打他，哎，再打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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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可以。他真是，他真的是为了救他的力火，他过来挡我水枪，我操，他真的爱。他主要就想救他的力火，还你妈挡。这个游戏没有投降，我告诉你不好，应该出一投降按钮。我碰见十二级以上力火，我以后就投降。那不十三级以上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我动了。十三级，你妈呀！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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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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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他解了，哎，草率了，完了完了，要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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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他妈是你爹是吧？你还给他加血，我操，这个人也是吗？有点新鲜的，我先把这个东西打了。什么石墩是他爹？蜘蛛是我爹，你别打他。我也有。哎呀，你看这就很他妈烦，就你看看人家十三级，我十一级，从面子上就已经输了这盘。这盘其实已经输了，你知道吗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他妈已经输了，就很。这他妈招出来就是他妈输了，把他这个解了。哎呀，就你妈烦，就已经输了。可以，他这十三级被我秒了，舒服舒服。
这个逼刚上车，怎么你妈就掉下来了？哎呦，笑死了！我不应该招这个十吨的，哎呀，就面子上就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盘虽然是赢了游戏，但输了面子，就你妈离谱。很没面子，我不应该用这张卡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这个十吨才十，这为什么呀？我这个怎么才十一级啊？没道理，我还差几张啊？还差一张到十二级。熟练度我看。不是这个，我要看我那个。这也是熟练度也太低了吧！哦，我都6200多分了，我都上了多少分了？我今天是不是各种上分啊？他不让我抽，他但凡让老子抽，我就抽死他。上课能加熟练度吗？我操！哇，你看我这大嘲讽啊！我操，14节，你妈呀！不是这帮人现在能不能玩游戏，省点钱呀、啊？我他妈要被喷死了！哎，我怎么挨过去这一波呀？我操，他你妈14节！现在这帮人是不是不充钱都不会玩游戏了？我他妈就1600血了！哎呦！他够不着这人马，嘿嘿，这个逼！我不能解他这个，我这波不能解他这个，我得往后放，他马上就要再放一波了，这个逼放了，这个逼放，你看看，哇，白嫖的这个，这他妈真的。哎，怎么刷在那儿了？那个位置，我吐了。你还别说啊，我可能真要有机会，有个嘚儿机会。哎，不行，我血太少了。他们应该是氪到12，这个应该是氪到12，然后有两级回响，因为他其他卡的等级都低，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人家回响那么好呀？啃大瓜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说的啃大瓜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别学我这套卡，我瞎配的，我就觉得纯好玩，我用不来丢魔法那套，我丢不中人，我这套就随便胡逼配的，就是因为拿鼠标一只手就能玩，我就懒着摁那么多，你说我玩游戏有点懒。什么你妈东西，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都是怎么去顶着
这就秒了。就给他扔了去吧，那我操！不说什么，这又就没了。哎呀，完了！哎，他妈招了一只猪。哦，还好没有冲到我这半人马。我这三兄弟扛得够久的了，有咱们有一说一。快点招呀，来了，哎，把他赫敏弄死，完了他有水捞。嗯，电他。这个鸟我觉得和那个也不算重叠吧，和它和水枪不一样的是，水枪可以解卡，解这种卡。我操！你对不对？啊！我就中国220名了吗？我就眼看着要挤进中国200强了。我这游戏有没有什么这个？哎呀，区中国300名！哎呀，这不好意思，我又要欺负人了。你这哎呀，这中这，哎，这区300名，这嗨嗨，真的是。我都打不起精神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血量，他拿啥赢我？你看这么草率的用技能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进的300米。哇，他拿五费解我，他拿五费卡解我的，这是不好意思了，让你看看。看了吗？嘿嘿嘿嘿，快跑！哎，我怎么没有优势啊？感觉不是，哎，我怎么好像没有优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为什么我没有优势呢？离得远点。他扣鼓掌什么意思呀？这家伙真厉害啊！这小子有点东西啊，我怎么感觉我在这个和他这个对决的过程中没有占到优势啊。
为什么呀？我不是生气，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我他妈快死了！哎，他还嘲讽我！哎，我要死了！救救救救我！我操！啊！救！我没有移动卡，我走不了。大意了。这个人400多名，416名。这盘我不好意思了，这人是不是过来就送我赢的？啥意思？他是不是送我赢？他上来把水枪就给扔了，他是不是来送我赢？干嘛他呀？啊！你看这种莽过来的这种，我都不知道我拿什么。这盘我必赢，我就这么说。你他妈站那干嘛呢？你打人呀你这！我操，真的蠢，我真他妈吐！你砍他呀！哎呦，这砍出一刀真他妈不容易。我先不找他了。哦，我操，还不能替他挡，不能替他这两个。哎呦，他有13级的鸟。哦，他13级的鸟，所以说有点东西。这种都是贝拉打贝拉鸟，这个鸟感觉是他妈关键。我说真的，兄弟们，这个鸟真的是重中之重。我这个后排输出已经可以了，我就可以放这个石墩了，表现好点啊。哎，然后把这张卡用了，我比他多一个这个，伙伴卡。已经进入到我的节奏了，这盘已经。我要拿下了，我只要不让他招出这个，他下一个那个，他只要这个招不出下一波，我就差不多了。他招不出来，你看他招不出来。烈火配不套，配不，跟这套不太配。人马伤害虽然低，但是人马可以慢慢偷血，它射程远，它可以慢慢打对面英雄，来增加那个贝拉的那个技能条。
但是人马很脆。对面这人多少名啊？刚才我没注意。这个洋洋，这个洋洋多少名啊？刚才我没注意。我那个六元玩家不氪金，我那个靠自己水平，我滚你妈什么的。把这人马打死。哎，洋洋用完水牢都不带动的。哎，你看洋洋，我操，他把我这个……哦，还以为他把我，我还要谢给我带过去呢。我这么跟他换血，我好像不划算呀。哦，还以为他把我，我还要谢给我带过去呢。我这么跟他换血，我好像。